我要解说的是牛奶妹。首先260肤色做个熊耳，做个疤熊耳，后面再做一个疤回来，然后做一个弧度连接，后面同样做一个弧度连接，黑色260接上，做疤连接，然后做一个十环泡连接，再做刘海3+6连接，做一个环泡连接，后面黑色来回做三个透视，松软的疤对折连接，鼻子做一个小泡，然后穿进去留一段球皮，橘色做两个熊耳，一个五，做一个一熊耳，做一个五，一熊耳，然后再做一个五过来，后面连接一熊耳，再消气过来连接一熊耳，这边同样。红色我们准备两条，左右各一条，我们做一个环泡，把一熊耳塞进来，同样，然后我们做6+6，这两个六对转，接着两边各做一个小泡，一个熊耳，做8连接，后面8连接，然后起一条气球，做10+10连接，手掌接上，鞋子10环泡加后面4熊耳加10环泡连接，最后我们鼻子的球皮拉下来，和我们中间消气的球皮互绑，可爱的牛奶妹完成。